你带着他去，让他摸一摸，胆儿小。So you did what say ya? 我那屋的啥弄的啥？对，内裤。哎呀妈呀！外面太热了，你那衣服全湿了。哥也来晚了，我就在外面等着呀。哎呀妈！哎，你咋知道那个是给你的水果呢？赶紧吃吧。吃吧。回来谁要吃啊？让我抱着吃啊！真难伺候。今天的饭后水果，哈密瓜，我儿子最喜欢吃的。马西塞呀，别给你。那现在每天在学校吃顿午饭，然后睡顿觉，再起来吃点零食，是，放学了，挺好，挺好。但在中午，因为他们都自己吃饭嘛，嗯，应该是吃的不是很饱，嗯，他回来每次都这么狼吞虎咽，嗯。拿上你桌子吃去啊！哥，看看俺这什么哥，拿这个。哎呀，炸那么多，能吃了吗？啊，给爸爸呀。阿不行，阿不行，阿不行。那还没做。还没。Lucky 馋坏了，一直往这瞅啊。赶紧吃吧，等会儿爸爸带你出去啊。你来，媳妇。啊。来。哎呦，我衣服都湿透了。啥姿势？把门关上。今天妈不过生日吗？嗯。我寻思给妈买个生日礼物。买啥呀？我都想好了，原先给买什么项链啊、金子啥的也都买过，衣服啥的，妈衣服也不缺。这次给她买个包吧。妈不是愿意往那个地方去拿鸡蛋吗？省得没啥装的。不该提了，整个包行吗？看你整吧，你换套衣服再去吧。这衣服咋的呀？等会就干了。都是汗，有味儿。你说买包行吗？行，你看整。那等会孩子吃完水果，嗯，咱们就去商场。走。Lucky， 我也吃点水果吧。嗯，是吧？嗯，好吗？吃吧，吃。有没有西瓜？有。别该看他吃怪馋的，咱们也得凉快的。来吧，我每次回家啊，家里边饭菜完了，你干啥呀，大儿子？他也想上这吃的，完了端洒了。啊，看着 Lucky 吃能行吗？别给 Lucky， 别让他捡了。Lucky， 俺的，要想家里边过得好，先把丈母娘先哄好。每次回来，我丈母娘。把饭菜啥的都准备好了，帮我们看孩子也特别辛苦啊。等会儿的我跟红给带孩子出去玩去，妈。啊。带孩子出去玩去，等一会儿你别着急啊。给你。哎呀，这急疯了。还想吃西瓜。嗯。走。不管是对小小胖啊，还是对我岳父，还是对女婿啊，都没说的。你先急着跟猴子似的干啥？妈妈给你整。好了。哎呀，干啥呀？都乐了，一天可能装了。妈也吃点西瓜呀。我不吃。你以后啊，你不当演员白瞎了，都能得奥斯卡男演员奖。天天假哭啊。Lucky 也馋了，给 Lucky 一块儿啊，吃一块啊。你不还不吃得了？给我家 Lucky 让他也凉快凉快。哎，好好吃啊！我家小饭很乐，你也吃媳妇。嗯。你小时候都愿挖着这么吃西瓜？这么吃，我自己能吃一大块，大半个都能吃了。这西瓜没籽儿啊？无籽西瓜。是上次咱们在市场买的。嗯。不太甜。还行。再吃点凉快劲儿呗，吃的就是凉快。让姥姥给你换衣服，然后咱们出去。二儿子，你呀都成小易经了，天天搁那块干打雷不下雨的。哎呀，哎呀，
牙疼啊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脾气老大了。爸，走走走走，我着急了，你这一天急的。那，我们走了。我就干得。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带孩子。岁数也高。啊，然后你们俩吃晚饭吧。你俩不吃了？我们在外面对付一口。那行。啊，拜拜。出去拜拜。哎呀，哎呀，走了，拜拜。系好安全带，出发了啊。下个月我爸又过生日了，是吧？啊，但是我回东北了呀。嗯，到时候你看着给转点账。行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啊。咱们当儿女的都得做到了，是，辛辛苦苦把儿女抚养成人，是吧？我发现咱家这几个人生日好像都连着你。是啊，咱俩差一个月，爸妈差一个月。你跟儿子没差几天，嗯、我跟妈没差几天，是吧？是。今天咱们去金普奥特莱斯啊，嗯，那边品牌比较全一些吧。给妈买啥样的？那你看挑呗。我眼光还能行，我就挑媳妇儿眼光也行，剩下的眼光白扯。哎，这时候又来情商了。到时候你看着挑吧。妈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。这块儿咱们跟姐来过呀，咱都来好几次了，是吗？嗯，离咱家还近。哎哎，老公，哎，走一回路多好啊，大儿子。你说给妈买啥样的包啊？买个斜挎包，出门方便的，它也没啥东西，就是放手机，嗯，带钱包就行。那也是买个实用的呀，是不？是啊。价格高的也整不起呀、啊，你说买贵的也没有用，是不？嗯，就结实点，差不多就行。这里面小环境也挺好啊，是吧？我最满意的还是空调，对，打得哇哇凉啊。来吧，在这边。所以走啊。平时老是我不在家，今天正好在外面吃一顿啊。行，简简单单吃一口就行。刚才过去的那些韩国人都说小小胖可爱，那语气啊 Q 啊 Q， 你哪 Q 啊？哎，他们就那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金子，有点事。红啊，我看那个挺好看的，那个。老年人背吗？我俩长得像不像？大宝哥，喂他点水吧。这个。就是。你看这两个哪像？你选呗。这个是那种软皮的。啊。感觉年纪的话，应该这个更合适一点。是，你看吧，我也没眼光啊。这包妈经常背吗？那你看的是哪吧？嘎气嘎石油的，我们再去旁边看一看别的品牌。我寻思给他买这种，因为像他们这老太太吧，带这种更实用一些，知道吧？嗯。你看着选吧，这块全是专门卖包的地方。你嘎把箱子推来了，啊大儿子，别整，红嘎管着点他，别让他啥都拿。这个店里咋没有人呢？这个挺好看的，是吧？符合妈呀，大小啥的，是吧？嗯，挺好。我要给妈选，我就选这个了。最后我们相中这个了啊！就是我，嗯嗯嗯，啊你，你自己不，嗯，
有一个短的，嗯，还有一个长的，有塞着不？啊，还带这个？可是拎得过，看来这个钱包也能进去。你想真美。啊，我现在还带着呢。拎得不过，现在有一块不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行，那就买这个吧。我叫小小胖，着急玩水去。买完的啊，别着急。这性格啊，跟猴子似的。买完了，苏瓜皮球，带孩子去玩玩水。买完包了，带我家孩子在这下面玩玩水。你看看这些孩子都在这玩呢吗？他看见着急了。让小小胖玩这边的水比较干净一些。不用换衣服啊？不用，我带了。先玩吧，玩完再换。你带着他去，让他摸一摸。胆小。背着杆子玩去吧。完蛋！你不要玩吗？让他玩那边的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这家害怕了，不敢玩了。你们老要玩吗？那边他们不让下水，有管理人员，所以就能在这块玩。衣服都湿了吗？很好玩，湿湿吧，没事，妈妈拿衣服了。来进去玩去吧，对吧？来了，不玩了。哎呀，给我衣服都整湿了，我可没拿衣服，给他换换。玩开心了啊，这又笑了呢。看你妈妈，得回给你多备一套衣服。这个是上次我岳母给他买的吧？走吧，咱们也去吃点饭去。